Staring out the window,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 Hello, 大家。今天有两个新同事第一天到办公室，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进公司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 team lunch， 我们叫了 The Pizza Project， 还有肯德基。肯德基下的代言人是谁 ？Color。我发现我们每一次 team meal 都会吃炸鸡。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个新同事 Charlotte 跟 Eva。这个是即将离开的同事。你是谁啊？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你有没有听懂？我觉得是你欠揍。You're so beautiful, girl. Hidden in Nevada with them. 小姐，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头发上面会有一个胶带？有一个七星耶。你可以帮回帮老人啊。你为什么要剪刀？因为我想要做一个 hairstylist。这一个是什么荒唐的画面？到了，成功了。到底是什么胶带？我很好奇。啊？是你贴的吧？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发誓。伊娃今天第一次见到 Pink， 然后就他讲很多话，你都会笑。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 supportive 的同事。棒，没有，伊娃有前途。你的笑话真的很好笑，谢谢你。他真的很 positive。我挖布提香港的负责人，今天几点开麦呢？六点。紧张吗？刺激吗？因为是台队没球。我啱先 schedule 咗一个 Facebook post， 我而家想 schedule 埋第二个 IG post。Eva 上次已经帮我试食咗啦，呢个角度会唔会有啲奇怪啊？算啦 ，whatever。好奇怪。所以我而家请 Charlotte 试食一下，睇下佢作为一个正常嘅消费者，佢到底会买几多盒呢？我而家唔系问佢会唔会买，而系佢会买几多盒。够买可能。够买就是偷。比较好听啊。真的很烦呢，他。你就说你要说什么？Shut up！ 呢個朱古力味啦，香濃朱古力、八爪茶拿鐵同埋抹茶正光抹茶。我食咗邊個先？個人建議呢個最後。呢個最後。我覺得，即係佢唔係好奶嗰啲，我好中意。因為真係本身你三隻味本身自己係有冇 preference 㗎？八爪茶。哦。係啊。我中意食。切蛋糕小姐姐。她很硬。你會發出跟便秘一樣的聲音嗎？新同事觉得这个办公室真的太奇怪了，整个氛围实在太奇怪了。好黑了，不要乱开车。我们还有20秒左右的时间，哇酷一就开麦了。所以人现在非常紧张的在 check 他的 content。我这边的那一位我拍下来了。收听度6点了。今天是你职涯上的一大突破日，哎，我的一大步是人类的，哎，不是，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希望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香港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这几天真的不夸张，不管是超市啊，或是街市都好，所有东西真的基本上干粮、生鲜就不用说了，生鲜食品像是蔬菜、水果跟什么牛奶之类的，全部都抢光。真的真的架上全部都是空的。然后我刚刚去超市想说补货，补个辛拉面，对，我的奢求已经不多了，我只想要补个辛拉面，整个面食区也是空的。哎，然后我想到，哎，家里的卫生纸好像快用完了，就一看，嗯，不好意思，也是空的。我本来想说这几天宅在家里就多自己煮啊什么的，就发现我连食材都买不到，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冷冻食品。然后我今天从公司带回了我们聚餐的食物，把它热一热吃掉，这应该算是我家目前最接近生鲜食物的食物。
刚下班回家之前，因为我最近的脸实在是太干了，我就跑到 Innisfree 去买面膜。不看还好，结果一逛我发现他们有好多保湿的那个面膜。简单跟大家带过，我买了1、2、3。数学问题，第一个是他们家最基本的绿茶面膜，然后再来是第二贵的是这个 Skin Clinic Mask。第三贵的是这个，跟这个比起来它蓝色的面积又更大了，所以应该是更保水吧，应该吧。然后最后一个呢，因为它实在是太贵了，但是我又很好奇它到底为什么可以卖到这么贵。这个是我今天买的面膜里面就是蓝色的面积最大的，虽然不知道这有没有代表什么。我先试这个好了，是我订的 OLens。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我喜欢的隐形眼镜是什么，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放大片，所以我通常都是选那种可以改变瞳孔颜色的。他们家最自然的我觉得是 Spanish 系列，这个不是广告，这全部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家的 Scandi 系列，VV Ring 这一款也是我觉得戴起来就是超自然，然后不会让你看起来很像一只昆虫的那种隐形眼镜。这个是那个 COVID 的抗原快速测试剂，哦，就是快筛啦。收到了五盒，谢谢 Sky Pro。나는어제내가잠못한걸눈에뜨고드디어깨달아내 baby. When 넌너만보면감이자꾸투정을부리게돼来开箱我的 Wa Cookies 的公关品，就是来自我们亲爱的 Witty。 我跟你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吃 Wa Cookies 了，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不断的在试吃从台湾从香港寄来的那些就是样品，可以这样讲吗？所以我直到最近它推出之前我才又重新的试吃它。虽然因为我不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这次就没有拿去Goulet，但是我必须说那个口味是真的好吃。就是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你会很快就消灭掉大半盒的那种。怎么办？我觉得我这样大力推荐，希望 Witty 要付我广告费。毕竟我是娃娃的粉丝，然后也是基于一个对前同事的支持，我现在努力的要拍一个漂亮的 IG story，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setup。哎，你到旁边一点。煮饭，对，我刚刚已经煮好一锅饭，然后我想说，因为我最近都没有出门，然后家里只有很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食材，反正我也买不到什么太多生鲜的东西，所以我就囤了很多像是那种罐头类的。我当然不健康，但是这个是货架上面唯一剩的比较多的可以买的东西。不过呢，我还是有很幸运的买到了一点蔬菜。这一把青菜就要17.6块港币，是多少？台币是多少？有60块。But anyway， 今天想要吃餐有蛋饭。
목소리 낮춰 주니까 아주 그냥 애를 거부하는 눈빛으로 보잖아. 글쎄. 왜? 주원이가 무슨 죄가 있나? 欢迎来到星期五的晚餐时间，你为什么在这里？前几天看到 Emily 在煮部队锅，然后我就很想吃，但是我跑了好多家超市都没有买到辣椒酱，然后之后，What the？我这样说，我跑了好多间都没有买到辣椒酱，但是我发现我家里其实有囤了一罐，然后我现在才发现。Anyway， 我今天就是要用家里现有的食材煮部队锅 ，Cynthia 版的部队锅。너와나우리의여름밤그새글자네눈에떠